好的，各位，欢迎回到 This War of Mine。昨天，帕弗列非常悲，非常伤心。帕弗列离开了我们。我决定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回去那里。我们要帮帕弗列报仇，然后把我们的东西拿回来。那是很多发子弹，还有一把散弹枪，我们还有一把小枪。我们完全可以帮帕弗列复仇。我们今天就去帮帕弗列复仇。卡利亚也来吃，布鲁诺休息。我们今天就帮帕弗列报仇。今天晚上，我们需要再放更多柴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烧。然后我们去交易。来吧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？水，我想先换燃料了，燃料比较重要。子弹反而不急，我觉得今天我们杀死他们那边人之后，应该有很多子弹可以拿。两瓶酒，然后水，过滤器还是需要的。不行了 ，OK， 那你可以给我一个过滤器。然后小零件可以给我几个？不行，就这么多。啊，那就这么多吧。没有什么需要跟你交换的了，拜拜。来，我们来添一点柴。OK， 振作振作，那个卡地亚来帮我们弹点吉他，这样大家心情可能会好一点。那今天我们派谁呢？派安东吗？派安东的想法就是，如果我们失去安东，影响比较小。可是我不知道安东是不是会比较脆弱。我们还是派卡地亚吧。我觉得如果连卡地亚都死了，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玩了。我们可能就认输了，真的。我们昨天那边，他们那边还剩下两个人，我们看能不能就是暗杀掉他们。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接受，就这样吧，我们结束这一天。到底是安东还是卡地亚去比较好呢？我觉得还是安东吧。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去安东，应该比较 OK。其他人守卫，可是安东走路很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算了，还是卡地亚吧。今天我们带上这个斧头当做近战，带上这把枪，这样家里会有点危险。我也没办法，我们把子弹都带走吧，反正家里没有枪，留子弹也没有用。走吧。所以这真的是我们把全部都压上了，我们要么就是全部输光。对啊，我们真的就是输光或是什么了，没有第二种选择。来看一下他们在哪里，死亡就在这里。他拿的是散弹枪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暗杀掉他。我们先去看能不能拿回那把散弹枪，从昨天那个地方拿回头盔、散弹枪什么，这样我们至少可以稍微安心一点，有点这个防卫。OK， 这里一样没有人，我们要小心会不会被看到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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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到，没有被看到，没有看到。嚯，我们看得到他，但是他没有看到我们。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没有人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知道东西还在不在。哦，东西不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人吗？
这是被他们关着的人吧，我觉得。对，这是个被他们关着的人。OK， 其他的人，另外的人在哪里？有两，哦，看起来有三个人。这里一个，这里有一个。OK， 这个人要上来是不是？如果他要上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偷袭他。他下去了。他下去了的话，我们躲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耐心一点，看他们会不会来。我们真的要靠暗杀，因为我们就一把手枪而已。拜托，来个人啊！来个人啊！上来了 ，OK， 他上来了，我们看能不能暗杀掉他。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好，很好。暗杀。Shit， 多钱？OK， 我们杀了他了。OK， 这个人伤了枪，快拿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。嚯、哦，我们杀了那个人。OK， 不是，对，用散弹枪。OK， 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先搜这个人的身体。一把小刀。OK， 我们要找到最后那个人。我们从楼上好了。还有一个人的，一定还有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？这里出不去，不可能，这里一定还有一个人啊！我记得，我们那时候听到三个声音，一个人在这，一个人在这，那边还有一个人的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没有记错吧？希望我们必须要在今天就是回家之前解决掉这两个人，最后这个人。怎么过去那边？是不是一定要从楼上？楼下可不可以？还有一个人呢。看来一定要从楼上。我们没有什么时间了，我们得跑。虽然会有声音，但我们还是得跑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你要去哪里？哦。走，直接跑向出口吧。那个人是不是没有人了？我觉得这边没有人了，就是只有两个人，要不然就是那个人走了。明天我们再来一趟。呼，有一个人被关在那里，希望我们给他放出来。
淘到宝，看我带回来什么。我们被袭击了。OK， 还好我们没有被偷走东西。啊，让大家吃东西吧，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太好。对，不如让你去休息。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个被关着的人放出来，大家心情应该就会变好，我觉得。OK， 我们昨天找回来了，是不是一把刀，还有一把枪？对，子弹有点少了。但有点少。看一下电台了，希望昨天那里已经没有人了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边搜很多东西回来。柴火越来越不好找。破炮以及寒冷表示人平民死亡是天气是直接原因，其他都是间接原因。OK， 我们抓到老鼠了。蔬菜今天也可以好，但我们没有什么水，这是个问题。OK， 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今天去的时候还是带一把散弹枪去，因为我觉得那边还是有一个人。我真的觉得我们那时候看到有三个人的声音。要不就是那个人左边那个人他走回来了，然后我们杀的第二个人就是他。其实第一天的时候我是记得只剩一个人，就是帕夫列死掉的那一天记得是只有一个人的。为什么只有这个安东不悲伤？因为他是禁欲者吗？不知道。我想等大家睡饱，把安东换上去了，我们再结束这一天，因为现在只有三个人了，晚上我希望有两个人可以守夜。哦，对了，安东，你下去帮我放柴火，我都忘了，天气很冷。他们说话还是有用的。给安东去睡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先让布鲁诺帮我们做点水。安东去睡。那些人搜了帕弗列的身，把头盔啊什么的都拿走了，没有在他们身上搜到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以后我们就找不回来了呢？如果那样子的话，有点可惜。我们卖掉了两个头盔，本来留下一个自己用，这样就没有头盔了。不如等一下帮我们再放一个柴。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燃料了。OK， 然后我们让布鲁诺上去把那个蔬菜拿了。那卡莉亚是悲伤，他们不愿意起床。这火炉要再更有效一点啊！现在还只有14度而已，14度还是会有人感冒的。蔬菜到底好了没有？就差一点点啊。OK。接着种。种完之后，我可能还要让波里斯下来把书这个能够煮的东西煮一煮，因为我们现在家里的防御比较薄弱。
所以我觉得还是把东西煮起来比较安全。OK， 那我们就结束这一天吧。OK， 还是卡地亚去。我们还是带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还是说有危险，我们还是带上斧头，然后带上散弹枪，然后我们带。带四发子弹应该就够了，我觉得。带五发吧。OK，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，算了算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就小心一点，说不定还有一个人这样。如果还有一个人，他每次都在这里，啊，不是这里，是上面一层。没有。我觉得这里好像真的没有人了，所以我们这样是不是算是把狙击手给解决了？不过也没有看到一个人是拿着狙击枪之类的。那个人还在吗？还在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是换搜寻的话，哎。这是谁？这不会是帕夫利的尸体？我们上次来怎么没有看到？哦，对，这真的是帕夫利的尸体。我们把这个人撬开看看，希望他是好人，他不要一出来就攻击我们。他应该是被关着的，所以应该没事。哦，吓到了！哎，他跑走了。每晚我都听到尖叫，我再也受不了。我总有一天没有来找我，上帝啊，救救我吧！他就这样跑走了吗？真是，我们确定一下，这是不是帕夫列？对，帕夫列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没有人了，我们还是把枪拿出来。对，我觉得这里应该已经没有人了。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搜刮东西吧。我们这个应该不算偷东西了吧？我们杀光他们，而且他们是坏人，应该偷他们拿他们东西都不算偷了，拿他们东西，他们应该大家应该不会伤心吧？看看这里有什么，所以我们算是把这里清干净了，好，终于。OK， 子弹我们需要，其他这些暂时不用。哦，对，我想他头盔有没有戴上？有。OK。这些是什么？破坏掉的枪，珠宝可以拿。坏掉的枪先不急吧，我觉得。那我们把这劈了。就每个先劈了再搜，这样就不用搜两次。我要的是这个，对，把这个也劈了。哎，柴火、肥料先不急，我们主要是想要拿一堆柴火回去。先看一下这个偷是偷什么？哦，绷带跟草药，我觉得这也需要，尤其是草药。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草药，因为大家随时都可能生病。OK， 木头，我们把能劈的东西先劈一劈。这里面有蛮多可以劈的东西。OK， 我们把这门先拉开。
哦，所以我们真的把宾馆给清干净了，杀了三个人还是四个人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哦，这里还要清瓦砾堆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清瓦砾堆，改天再清。我们先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批的东西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些人被撕碎了，窗口简直惨不忍睹。天哪！那我突然觉得杀了这些人这些人真的应该死。我们杀了他们是对的，只是很可惜帕弗列在过程中真的，哎，很可惜帕弗列牺牲了。所以在这边这些人是变态，简直就这意思，他们就是变态嘛。其实，哦，更多绷带，更多草药。他们这边说明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。哦，有罐头，我们在之后再回来拿就可以了。食物我们目前不是最缺的东西。对，这个可以。没有什么可以拿，我们把这里打开。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走啊？其实这里的东西没有想象中的好。OK， 这里也可以走。那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。OK， 还有可以撬开的东西，不是撬开，就是劈开的东西。OK， 对啊，这里其实没有食物，特别少这个地方。虽然之前不是说这里说很多食物吗？可能不在这里，可能在其他地方。希望我们拿这些东西不算偷窃，大家不会伤心。三十，哎，冬天就这么短啊，才几天而已，冬天就过去了。OK， 好像没有说算偷东西。对，我闯进基地，向他们出示了我的记者证，并且用英语要求见他们指挥官。一番挣扎后，他们一定是不小心把人弄混，而且保证他们放了那女孩。我猜信封里面大家收集的证据和我徐向山是帮了大忙，但重要的是我们把他救出来了。哎，所以大家觉得是偷窃吗？可怜人母占到他们的物资是一件残事，所以我们觉得是偷窃哦。就他又说这个又说这个，等一下，所以我们到底觉不觉得是偷窃？所以真的，我们大家觉得是偷的，好吧？至少他们没有悲伤啊，有吧？卡蒂还是有点悲伤。这为什么算偷的呢？你们到底都在想什么？说冬天过去了，可是其实外面还在下雪。啊，这不算偷好吗，大哥大姐们，这不算偷。他们是坏人，他们是些精神病。我们杀了他们，把他们东西直接拿来，有什么不对啊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哎，真是，为什么会觉得是偷窃呢？哎，商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卡蒂亚你先不要睡，布鲁诺先睡，卡蒂亚先去交易。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易。我还是看一下他有什么吧。先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他讲。哦，对，我们有这个珠宝。我觉得我们需要跟他换肉了。我们现在没什么肉，一个肉，一个珠宝换一个肉。哦，还有多一把散弹枪，还有一把刀。这刀我觉得我们不需要。所有的肉、蔬菜、糖。一颗子弹没关系吧，然后水，还有什么可以给他的？我觉得撬锁器我们不需要，我们把撬锁器给他吧，留一个好了。
这样可以多换一点水，还有燃料。我还想要这些燃料其实。如果我们再给你一个撬锁器呢？不行 ，OK。但是我们看一下，可以少几个燃料，少几个水好了。我觉得燃料比较重要。哇哇，天哪！要不要这么夸张？呀，那我要水。哦，燃料比水值钱多了，可不可以再加个这个？不行，不行，那就这样吧。我想草药要不要换？我们换给他一个绷带好了。绷带，然后我要你的燃料跟你的过滤器，然后我要你的一些基本的小零件。OK， 差不多了，就这样吧。OK， 我们下来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。拜托不要再这样了好吗？他们是坏人，你们在想什么呢？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子不好？他说冬天过去了，可是外面还下雪，我们应该还没办法用这个做吧？对，还是没办法做。有多少血？七个血够了，其实。听一下电台上有什么吧。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关于战争要结束的消息。烟草又开始价格比较贵了。没有关于战争要结束的消息。唉，睡饱了没有？睡饱了没有？OK， 那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天了。还是卡地亚去？我卡地亚，我知道你去拿东西，好像你会觉得很伤心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觉得伤心？我们带一个铲子，因为有一个地方需要挖，然后我们带上撬棍，免得有需要开的地方。要不要带个锯子？我就不用了。就算没有锯子，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拿，所以应该不急。OK， 现在可以跑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没有人。这地方说有食物，到底在哪里啊？我都没有看到食物啊，就看到一个罐头而已。OK， 是不是在下面？没有，这地方挖开了，居然跟我说没有东西拿，太过分了，这个游戏。欸，这里又是偷什么东西？不管了，先拿再说。食物呢？我还是想看他说这里，还是其实这里没有说有食物，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哦，冰箱这里。哇，好吧，真的蛮多的。咖啡跟这个先放下，武器跟大零件先放下。罐头拿四个回去就可以了，那我们再拿水，然后糖。OK， 香烟现在比较值钱，是不是？但是拿回去会被抽掉啊。为什么总是显示是要偷东西呢？这都已经没有人的东西了。我们把这把枪拿回去吧，修好了可以卖钱。这个电子元件不要好了。
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小小零件，我们带一些小零件回去。这个地方都没有小零件的，这好奇怪啊！这个地方都没有小零件的。嗯，把这个门先拉开。哎，不能拉开吗？好吧，不能拉开就不能拉开吧。这游戏越来越诡异了。哦，一个小零件，哇，一个小零件就一个小零件。哎，帕弗雷的尸体还在那里，每次看到就好伤心。这个罐头又一个小零件，两个小零件。根本就是在搞笑，我们不如拿这个火药回去算了。这里面呢也是药，对不对？一个绷带，一个药，先不急吧，我们走吧。32天，战争依旧没有结束。OK， 那这段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小段落了。我们刚刚卡地亚去吃个东西。总之，一样，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分享、留言、喜欢，不要再说我们偷他们东西了，拜托，这东西都是我们的，都是没有人的了。每一次去，这样等于是每天去，大家都会很伤心。OK， 总之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不要忘记帮我分享、留言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